寸不分早晚，只为等你而来。这里是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《缘来不晚》，我是主持人燕子。戏迷、球迷和财迷这些词儿啊，咱都听过，但是媳妇儿迷这个说法，你听过吗？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于振阳于大哥呀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媳妇儿迷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宠媳妇儿。宠到啥程度呢？当年啊，家里边洗衣服、做饭、看孩子这些活他从来不让媳妇儿干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包了。而且啊，在自行车还算是奢侈品的80年代初期，他就让媳妇儿开上了轿车。大哥说，啥叫男人的面子呀？甭管啥时候，把自己的媳妇儿宠到谁见谁羡慕，那才叫男人的面子呢。而且啊，对着往后再找的伴儿啊，他也同样是这个态度。哎，于大哥是吧？啊，是。哎，你好，大哥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回家小李。于振阳，64岁，离异，现住址长春市，住房面积60平米，退休金4700元。在见到于大哥后，红娘发现啊，大哥的穿着打扮非常讲究。除此之外，红娘还注意到大哥家门口的衣挂上还挂着这一样东西。这些领带都是你？好的没有，都成破烂了。爱收藏还是说平常总戴？每天上班戴呀、啊，我想花个劲瞎折腾这个，你看。哎呀，这都是衬衫啊！我看。我西服老了，我这辈子。外套、西服，全是职业装。就我们夏天多热时候吧，我们厂的那个小孩都是西装革履的。因为之前的工作环境需要于大哥每天西装革履，所以现在大哥的穿着打扮也一直都很统一。那大哥过去究竟是做啥工作的呢？咱是过去啥部门？中国评论。我们那是啥？就像原先小我小时候是看成稿消息似的呀，那种书刊报纸杂志那种东西。对对对，我在那边当总监。你看我们16个部门的经理，这前经理都给我管，又发行部了，打印部了，编辑部了，就是那啥，乱八七糟。于大哥和我们红娘讲，他这辈子干过的活还真不少。在这个单位退休之前，大哥还曾经在长春市纺织厂当过木匠。也正是在这儿，大哥才认识了他的前妻。我在我们厂都是我媳妇迷，我俩老好了，跟他好，那上班一起回来，上班一起走，下班一起回来。他那前是他是瓦勺的，就伺候瓦匠那个。那前往我是木匠，我俩自己搞对象，完他妈就不同意，他妈嫌我不是党员，我那几个年前都党员，完乡长的磕碜，嘿，他姑娘漂亮，你知道我说我那前我咋想，我心想找个漂亮媳妇生小孩也漂亮，那前说20多岁去，我说你跟我吧，我跟我，我说我一定能对得起你。虽然没有得到丈母娘的认可，但于大哥也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。大哥对当时还没娶进门的媳妇儿做出承诺，自己会一辈子对她好。当时媳妇儿喜欢骑自行车，大哥就利用自己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去倒腾自行车。那阵骑自行车吧都要票，没票买不来，有这咋整？我上东大桥自行车室倒腾自行车。你是因为他就是喜欢这自行车，你才去干这个？对，他净骑好车，全骑新的，总今天换这个，明天换那个的。总爱换新的，你就总能给他整上吗？啊，总能惹着我，倒腾那玩意儿啊。几天给他换一辆新的，能达到啥？那没准儿，有时候啥呢，个把月他骑够了，或者10天8天骑够了就换了。是都不用他自己说，你就给他换？不用说就换，那总倒腾这玩意儿啊。今天买的，明天就卖的。那家骑凤凰自行车就像现在开奔驰轿子似的，宝马那事儿。我从倒腾自行车，倒腾摩托车，完了倒腾汽车。我们厂子3000多人呢，那厂长才坐吉普车上班，他就开个轿子上班。于大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。大哥和他的媳妇儿也终于结了婚，婚后两个人的生活非常甜蜜，大哥对媳妇儿的宠爱呀、啊、更是有增不减。啥都惯的，方方面面的。就比如这个做饭，做饭看孩子，啥也不用，他就呆子。谁来呀做饭看孩子？我妈我爸呀，满月我家孩子就跟我妈我爸了。啊，爸妈照顾。对。那平常收拾屋子、洗洗涮涮的呢？洗衣服、做饭都是我。那你是这么惯他的理由就是？我也喜欢他呀，也是。
带箱子我就喜欢了。于大哥结婚后被调到厂子里的车队当队长，负责车辆的调度，而媳妇这边呢也被大哥安排了个轻松的活，上班都不用干活啊。最后我在车队当队长啊，完他就打替班，我给他整个打替班，有的司机旷工了或者啥，完他就打替一天。于大哥对媳妇儿是捧在手里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虽然两人的婚姻一直没有得到丈母娘的认可，但他们的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儿。只不过在婚后第11年的时候，媳妇的这一行为彻底毁掉了他们的幸福。就惯他呀，媳妇就惯坏了。要不说女人有时候吧，没啥说，惯有时候就能惯坏了。在厂没事，在家没事，是不是干呆闲的？闲就扯犊子跳舞去了呗。就因为这个事儿就离婚了吗？啊，我找。因为他出去跳个舞啊。跳舞也扯淡。完我就说啥，我一个意思就是，我不是那样的，你在厂子干啥都行。我在厂叮当响，你也得我的脸往哪儿高？你看我黑不出溜的，但是我得讲究。那当时咋说的？当时他说不出来啥，完最后呢，最后知道，我跟他拉倒，离婚。你俩这个在一起过了多少年？10多年，11年。离婚之后，于大哥就带着儿子一起生活。因为顾虑儿子的感受，大哥从离婚后到现在一直都没再找过。实际我这么些年也是为我儿子活嘛。你说我在厂子那事儿的时候，风光的时候，我有钱的时候，那都前呼后拥的，女的男的有的是，我就找呗。我就是后来一心想为儿子嘛，你说讲话带孩子咋找，就没找。我可像这不退休了吗？这一晃我退休是5年了。离婚后这些年，于大哥一直顾虑儿子的想法，所以一直没有找过。现如今一晃都过去20年了，大哥对于过去的事儿也都放下了。现在他只想找个能和他走完后半生的伴儿，一起度过晚年。找个老伴儿啊，说白了的话，找个老太太，通情达理的，干净利索的，看着顺点眼的。那咱们找的话，你都有啥要求呢？岁数来讲，我得找一个55到60岁期间。一是瞅着顺着眼，有点女人味儿；二呢，说句话呢，他有点工资。工资我不说有点工资，开个1-2千块钱我也不要。我开这些钱往那一扔，花呗，就啥，少惹气，乐乐呵呵活着。于大哥在找伴儿这件事上没啥特别的要求，只希望对方和自己和和气气、乐乐呵呵的过日子。所以红娘找到了同样住在长春的曹大姐。这位曹大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曹大姐是不是？你好，大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红娘小李，大姐。曹丽群，59岁，离异，现住址长春市，住房面积30平米，退休金2800元。在这住多少年了？在这住没几年，后过来的。啊，你这个卧室挺大呀，听对我看一进去好像就一个小厅。那对，就是那块小，一时没有厅，反正一个人，也没谁来，孩子也不咋回来。平常就是你自己住在这儿？嗯，对。曹大姐一个人生活了20多年，大姐说这些年自己是苦过来的，现在住的房子呀也是她拼了命挣来的，要是没买这个房子，她到现在还没有落脚地呢。之所以会这样，都是因为过去的那段婚姻。她脾气急躁暴躁，但是那阵吧，她认识我的时候吧，一看我就是单纯小姑娘，什么都不懂，反正就是说的非得跟着你，就是要死要活的必须跟你结婚。完了我当时想法就是很简单，我先见这么事就想跟着我结婚，结了婚就能好呗哈，结了婚顺着他点呗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正过日子就行。曹大姐的前夫脾气暴躁，但前夫死活都要和大姐一起过日子的这种劲头打动了她，所以大姐才同意结婚的。她想着婚后两个人互相包容，前夫的脾气也会慢慢变好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这脾气性格张口就着，有一次他妹妹来了，在我家赶上过进屋就发火了，完他妹妹替我骂他一句，我当时我愣了，我就想不到进屋就发火了。
不管是什么事儿啥的，反正他就控制不住。比如说在外边看着什么事儿了，他脾气也急躁。以前开车，我在副驾驶，他开车，那旁边那车撞了，肯定是怨一方，有一方有责任干啥呢？那就跟咱们一走一过也就拉倒了。他看着之后，气的拍方向盘，气的就是那种状态，那种表情，控制不住。曹大姐的前夫性格暴躁，两个人结婚之后也经常吵架和冷战，但大姐怎么也没想到前夫竟然会在她怀孕期间动手打她。我那是5个月，我自己出去买水果，买苹果，就是买那个烂的，买那好的舍不得贵，也没给他妈拿过去，因为是不好坏的嘛，就没给他送过去。他觉得太自私了。对，完了我俩就吵起来了，吵起来我那个怀孕5个月动手气得我了。这10多年反正我就觉得挺憋屈挺委屈，结婚有孩子了就坚持忍着过，也是为了耐求这孩子。孩子耐求大了，10多岁了，能知道冷热，能知道饥饱了，才彻底放手。曹大姐忍受了前夫这么多年，也都是为了孩子，所以等到孩子10岁的时候，大姐才不顾一切的和前夫离了婚。但是离婚之后，大姐的生活里又出现了新的难题。等离了婚了没有2年，完了就下岗失业，离了婚没有房子，没有工作，我就自己上公寓。啥样的？女子公寓，就是那个上下铺。去公寓的时候，住公寓的都是小年轻小孩，外地来打工的。对，我40多岁，我住那公寓，心很酸，很难。那时候都想放弃自己生命，但是我不能放弃，我有儿子，我有孩子，我还没看到我的孩子幸福呢。我不能放弃，我感谢孩子，我感谢我儿子，我没有放弃生命。没地方住也没有工作，曹大姐只能去住宿舍，靠着打工维持生活。虽然这样的生活令她很心酸，但大姐知道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，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。200万之后你们这退休金还得自己交补点吧？单位给补点，补点完了后期就是说这是自己能交10年吧，反正靠自己那啥呗，打工呗，当个服务员啊，就是帮人卖手机呀、或者是那个串那个串儿啊，完了看小孩啊，看老人呐、反正就靠自己生活呗。到现在给开了吧？给开了，我早退休了，50退休的。现在每个月能给开多少？我现在开1个月2800块钱吧。这10多年来，曹大姐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了现在的安稳生活。大姐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也想明白了很多事儿，并且对性格暴躁的前夫也多了几分理解。现在是岁数大了，知道也是说的那个在外边不顺心呐、或者是说的生活压力了各方面，在本身这玩骨子里的东西，他也不会表达。我也理解，可能男人都不会表达，表达的少，话说不出来。那时候我俩也是生气，就是冷战，冷战不吱声，谁也不吱声，谁也不搭个谁，就那样事儿。但是现在想了，不能冷战，有事就得沟通唠。那时候年轻啊，不懂啊，可能就是简单的说了一句两句，或者是家里人说了，可能也不是那么太那啥。那时候也是年轻，不懂沟通。曹大姐说，过去的事儿自己已经放下了，现如今儿子也不用她操心了，现在对大姐来说最重要的事儿，那就是该找个老伴儿了。我属于是居家过日子型的，我不是那事业型的。像以前离婚前也想自己干点啥，但是我干不了自个儿一个人了，就说这居家过日子，收拾屋做饭洗涮啥的这些都行，俩人在一起生活啥的饭啥的我不要求你做，但是你就最好他会做一点，一旦我生病不舒服了，他给我做口吃的。年龄跟我同岁的，或者那个65岁以内的，工资就是4000块钱左右吧，生活在一起够用就行。房子是必须得有，我这房给儿子了，我就没有房子了。我希望是找个男的，就说的
不希望大男子主义，但是我希望他是大男人。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别因为生活的琐事去计较，是不是？钱，尤其是钱那方面似的。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从曹大姐家出来后，红娘就联系了于大哥。在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，大姐就非常热情地提出想让大哥来自己的家里见面，还说要准备一桌饭菜来招待大哥。那两个人见面后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广告回来，相亲开始。